上礼拜才说，在超卖里面连养生肉都做来吃了，还怎么样？然后真的就无独有偶的，我那天才听到说，有个学员呢、啊、说吃的最近吃的壮跟牛一样，然后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吃的壮跟牛一样？因为吃养生粥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吃养生粥吃的壮跟牛一样呢？哎，他原先他说听了导师讲那个跟那个。吃养生粽可以调那个寒热嘛，是不是？他说前面就是那个不是很 OK 啊，听了以后就调啦、啊，哎，调了觉得就是开始就真的在改变中啊，就速度这么快啊，就差那一点，马上就跟撞了个牛一样，然后现在他觉得就是这个结果啊。那你说这些东西跟我们生命没有息息相关吗？息息相关。你现在没有跟撞跟牛一样，你有精神体力。他做了什么修行嘛？所以你不觉得这全部是在一块的吗？脱不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？没这回事。所以哪个实用？根本不用针嘛，对不对？一看就知道了。我没有说超马一定好，还是要你自己的一个结论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长这样，过之。就有点失衡，但是没有达标，又好像水煮不热，对不对？那每天24小时，你怎么结论呢？这个就是学问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超马世界里面，每天每个人虽然时间过得很快，应该是非常快乐，会发现每天节目很多，你知道？你说有来精英会，还是有来分享会，来共修？除了这些以外呢，你生活里面也是多彩多姿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想别的嘛。你刚刚听到说吃维他命，对不对？你回家就真的去买一瓶维他命吃了，然后就会特别注意说这两天精神体力是不是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也是一种乐趣吧？会不会啊？也许吧。你不觉得？觉得我？那我刚多说了，你别在意啊。听听讲，是不是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嘛。你每天有成长就喜悦嘛。那成长要靠你的心去感受啊，要不然怎么让你成长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用心去感受呢？哎，一加一大于二，二再加一大于三来，是不是？你有这种喜悦，你才会有这样动力，有这样动力，后面才能够成型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那很多东西，不是刚不是讲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就叫行啊，刚刚不是讲要转吗？是不是要转呢、啊？所以啊，君子就那句话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天行健，什么自强不息的，是不是？讲来讲去，你不觉得这道理都是通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读书不是读死书，是读活书。何况我们超马系统不是只有读书啊，所有的意境都是书啊。对不对？当你了悟了其中的道理，都是书里面得到宝贵的结论啊，知识。生活怎么会留白呢？不会留白的，是不是？非常的丰富，这辈子可以这么样的丰富，那来世不得了了，不当皇帝才怪。对，所以看一下你隔壁同学，就是未来的皇帝了。